门前的酒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这十文钱的酒，可不是拿秦家金令赊来的。你看，有流星。自从进了山海楼，我拥有的只有无尽的折磨和痛苦。只有晚上从牢房里看到这些星星，才会感到片刻的安宁。就连我出逃的时候，都是他们替我指路。苏唐和我说过，赠人礼物，必对人心诚。我把我最珍贵的这片星空分享给你。不是看星星吗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。谢谢你。举手之劳。不仅仅是为了文革城，也为了遇见你以后发生的一切。金桑，我在山海楼见遍了人间的丑恶，是你让我知道，这世上还有和星空一样美好的东西。有时我会想，逃出山海楼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也许就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，看今晚这样的天空。陆平，你可真贼，只花了十文钱就买到了整个开封最美的夜空。今夜有酒，有星，有你作陪，这献礼我秦桑就收下了。秦桑，我还是想解开锁链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。